每到夜晚，只要来到阿明的摊前，就能看到满满的排队人潮。很难想象，看似老旧的招牌和不起眼的摆设，却能吸引到那么多人。这也表示店家提供的绝对是真材实料。来到这里的客人，目标绝对是对准着招牌的猪心冬粉。料理上桌之后，就能看到满满的猪心，上头点缀着姜丝，清脆的口感肯定让人味蕾瞬间被征服。加上爽朗的汤头，宵夜就此解决了。而阿明老板过目不忘的金头脑，也是每位客人津津乐道的一件趣谈。